您的示范工具涵括以下的物品，以便测试 Smart Clean 浓缩洗衣粉的除污效果。步骤一，混合以下的材料：三茶匙点、一茶匙酒精、一茶匙油、一茶匙面粉，拌匀所有的材料。把纱布放入混合物内，用力搅动，让所有的材料颗粒粘附在纱布上。步骤二，把两池两种不同的洗衣粉个别倒入两个装有水的塑料杯内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您会清楚地看到竞争品牌洗衣粉在水中无法完全溶解，那是因为它可能含有人工合成物质。相反的，非人工合成的 Smart Clean 浓缩洗衣粉可在水中完全溶解。接下来用红色 LED 手电筒照射杯中的水，测试两杯水的清澈度，显然大有区别。步骤三，把沾污的纱布个别置入洗衣溶液内，并大力搅动。您会看到浸泡在 Smart Clean 浓缩洗衣粉溶液内的沾污纱布瞬间洗净 80%， 而浸泡在竞争品牌洗衣粉溶液内的沾污纱布则仍然很肮脏。为了显示 Smart Clean 的除污效力，搅拌 Smart Clean 溶液内的沾污纱布，您将会看到明显的差异。大部分洗衣粉都添加了磷质荧光物，使衣物显得更加洁白明亮，以便看起来更干净。用紫外线灯照射 Smart Clean 浓缩洗衣粉及竞争品牌洗衣粉，显而易见 ，Smart Clean 浓缩洗衣粉并不含任何磷质荧光物。